不清净的身与意三门要转化成清净的三门啊，那所以这个道，我们所行的这个道就是方便跟智慧的双运。他刚得了阿兰说，那罗中格里进来，你们两格里进来呀？阿兰说的罗出不的，这种金融都打压的，出不谁给他了？俺就那。那不管我们是在学习或者是在修持我们的目的就是将我们这所有的错乱要能够清净，或者说将这些错乱要能够减少，让它越来越轻那么这我们不管是做佛法的学习或者修持，那这都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他们的主的家庭你主要的主给提拨他提拨讲也当他拿进的那么好的主拿了马街比给过去也当等着他讲那样等着这些有的那这六字大明咒六个字那么他能够清净六道众生的业障，能够清除六道的痛苦，乃至于能够断除未来生于六道的根那这些有许许多多的解释。多人呢，阿兰子，阿那空间那样的，老空那样的，阿他那样的，等你看见那样，阿兰子就来一遍，对家适当的么，阿家差多生根的，阿就他不特别拉，把这这根的，给这根的人，等你那个边那样。Tene chi cha ma shi ba tang, tuen ma zhu ba tang, tene chi keng mang bu chay di, keng ngang bu chay di, dila tene yon, di zu tam chi chi nyung tang, chi da la zhuye chi du la, tene ngang zhu ki di nyam lin tang kyo re. 那么不管我们是禅修，那么观想观世音菩萨，或者说持诵他的六字大明咒都能够将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吝啬这一些烦恼给清净。那这贪嗔痴慢疑吝啬这一些烦恼呢，它是障碍我们得到解脱主要的烦恼不只是障碍我们得到究竟的解脱我们暂时在这世俗上我们种种的行为种种的事业，也因为这一些烦恼给予我们带来障碍。所以说我们持诵六字大明咒来清净这些烦恼，那能够给予我们带来究竟的解脱，同时也能够对于我们现前的障碍能够起到清净的效果。第一点，阿兰子嘛呢，对你告诉那样，对你阿兰子举了一杯，对你阿娇差多对家写当，题目老说不给，对你听阿兰子了，我说有什么给，那卷当个的金庸当吃大了这个玩意。所以我们在念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要知道说持诵这个六字真言，那能够让我们心绪当中所存有的贪嗔痴慢疑吝啬这些烦恼能够去对治它，能够去清净它能够去去除它所带来的种种危害。那第一句，那你们两个人讲那样，第一个过了，第二个过去，俺就他那。만에도된바에나되네지라탐제공바다직부직바되네추탐제기주바다직바차야되디래나만에주죽라되네되네가랑스줄라되네지동할탐제시트베들라되네용교들那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观修持咒，那么在这当中我们观修观世音菩萨就等于是观修所有的本尊那么持诵六字大明咒就等于将所有密咒的精华全部都把持住了。他这段给等等的
두세다시가로저로도아다기라곰당당대소거지숭구도대나야다아배저디직전한산이만주년바다비갑슬라대수직슈나삼성네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有法友要求说要对于仪轨以及观修做一些开示，那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做详尽的开示但是我们明天在修持的时候，那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来教导各位怎么样观修。当然让主你我们那边面红红是那样这些都都是家庭当然让主我们那边面红都没告诉了그네지오늘지나간다공부고르시나단단남균따도공부했나아니바보채레식구독가보지공부고래살짝차셔봐지조등가지마스니다디당동당동제보기디깨닫침보여래那讲到我们平时的观修平时通常我们在观修观世音菩萨的时候，那会观想一面四壁白色的观世音菩萨，那特别是依照着大成就者汤通假波所做的仪轨利益片空哈，这是最最有名的一个观修法。第一个是了，我那阵呢，他啊，热心的宣布过，就做个讲解，现在是的，马上从第那个最要把的，但是第三点，报到了新安民吧，党部就什么党，报到了新安南路了，数学是现在数学的。那俺们上嘛，前列是那，他前列是上不到，但是考了好不的，他第八到了马上那里头。但俺们是上嘛的，那个没搞住又不得过岗了，但是没到白马当，大雨天就停了，跑跑前列是，但小鸡吃些吧，骨头搞不就属于上不到。嗯，那在做这样子的观修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应该是要观想所有的众生哈，那但是可能有点困难，那我们可以观想我们所在的地方啊，是就成为普陀净土啊。那么所在地方我们所能够看得到想得到的众生啊，那每一个众生的顶上都有一朵莲花，那么莲花上面都有一尊观世音菩萨。다지단기내상하기냠렌제수갑냠렌제비갑솔라다텐도치강라다단지산제투벨라태보숨거기냠렌디텐도치강용교레당보겸조디다태보투몬스나이메노태보엄마다드지나이디기레디니디강라샘제디레교레태보쳔보다르레딘디제라테네디아므실라밍메나이레게림길하드조고메용교레那一般来说，我们三乘佛法，三乘佛法，我们可以在一座当中全部修持到。那我们在一开始做皈依的时候这皈依呢，就是属于共乘佛法共通，或者说是含摄到小乘的思维。那之后呢，会发菩提心。在发菩提心的时候，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大乘的观修。那之后呢，我们进入正行的无缘善妙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是做任何本尊的观修，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金刚乘的实修。那等着今天热烈性的修读什么读？等等的，前列是亚波是萨尔达，前列是多个拉，等等，白马达玛珠一。대월라다위딘다위딘게된라토소시다다데네담아두기아듄네짬네다엄마네베메홍생디다엄디엔데치데엔데스고고요레코르디예고스코르고요레덴덴덴데치살답고고요레那么我们观修观修顶上头顶之上有观世音菩萨，那么同时在观修观世音菩萨的心间有一朵六个花瓣的白色莲花，那莲花的正中央有一个月轮，月轮上面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命种子字站着一个白色的细字，那么六个花瓣上从六个花瓣上呢从前面那么
逆时尊排列，依序是 Om Mani Padme Hum。那在持咒的时候，他会做顺时针的旋转。他顶着几句，顶着几也不烧的，他不见得是也不烧的。第一，顶那第一吐吐个来呀，顶那谁当一个主播做也不烧的，顶烧的就什么当，顶那什么的，刚都天都不接，顶下烧不起天都不接呢。顶第二 Om 嘞，我是搞不起转呢。他这当个顶那一个都是南山苦果有嘛嘞？我那叫哪？当不？谁当？我们只要不烧掉掉掉，第一要不就烧掉掉掉，等下 collapse 过来就过来 ，collapse 过来就等下就不就不就不火掉掉，等下一记没通不，未通过来，未等下出不哒，等下用过来。我们来，我们搞不起，这呢，让一出不中呢，让一流了天呢，我让一流了也别，我叫来准备，第二单第二单就稀松，什么当？等下第二天，什么叫汤？这了天呢，什么叫汤就流了也别。那用阿杰了的呢？提拔他，提拔他们就轻松。但阿杰是呢，他他们就心调和他，六边人心都轻松，什么呢？那等着什么当？那之后啊，我们持咒的时候可以观想咒字放光啊，但是呢，先不要急着观想咒轮旋转啊，我们可以先将应该是要先将睡字给观想清楚。然后呢，再观想嗡字啊，那么这样依序将咒字观想清楚之后，然后呢，再开始慢慢的观想着咒字咒慢开始旋转啊，然后从慢然后开始快，那么咒慢开始旋转之后，那再开始观想咒字依序放光。那首先呢是嗡字放光，嗡字放射出白色的光，那这白色的光。从我们的顶门照到我们的全身，那将我主要依着我慢我慢心我慢心这个烦恼就被清净了，以及烦恼因为我慢所造的业障以及未来的果报一切都清净了。同时呢，这白色的光也遍照到所有的众生，那所有的众生的我慢这个烦恼也因而被清净。那么我慢这个烦恼，所因着我慢所造的业障，以及所带来的所带来的这个危害苦果，也都因而清净了。那么因为我慢清净，那么众生呢，就感受到安乐，那身上充满了安乐。他第二天给他日日顺顺摩诃者，我们给亚波恰果呢？等你骂了点呢，查到了就把它做，什么当耶？等你腻了点呢，掉下来就把它做，都什么当过过嘞？那这样依序观想六个咒字那不做接下来就同样的观想，那就不再做详细的说明哈。嗡之后是麻这个字麻这个字呢就能够清净我们因为怀疑、嫉妒这个烦恼所带来的种种的危害。他的你怎么想呢？他给提我忙不起多，今天提我得做了样，但是这两只盘拿什么送？好，那么今天呢有几位师兄提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想现在呢来回答这些问题。我呢请他讲的是讲呢。等着叫我什么时候那样，他对自己，讲这个名度。那本来今天应该要带一些禅修啦，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说就暂时先搁着。那是几瓦的？等你几瓦党波的帕帕坚者是故多猫窝党。高波的个野话个里有热汤的个松啊，个果啦，我妈红色食呀的个的个菌称抗炎。这个现在第一个问题是说红观音跟白观音它这个这样子分别有什么作用那么在我妈那边红前面加我妈红色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他这当个古多高波的南区。지난투투세원인지침보당춘이땡라개발요말인데둘저둘비왕기
你贵 number， 免查免查顿，孤独。